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两盘精彩的身份局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盘这个李岩内奸。那么确实是一个比较主流的内奸，个人能力比较强，而且呢他能存牌。这里面的话，酱面来说，其实可以当内奸的也比较多，姜维、诸葛丹啊，包括我觉得当内奸都还可以的啊。好，那么用的是这个李岩，哎，李岩还真的是辅佐这个刘禅、刘小胖子的。但是后来李岩因为这个督办粮草不利被罢了官啊。看一下董胖子的话，哎，锁两个，董胖子是反贼，果然是的啊，这个无懈可击。哎呦，这张孙尚香有点狠的，就算你是后妈也要对你动手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许攸杀。哎呀，这个地方许攸真的是话痨的，你看他一直在说话的。那么许攸拿起寒冰剑，哎呦，这个有点狠的，你看许攸拿这个寒冰剑疯狂扒别人的牌，这个是忠臣杀。哎呦，这个这么打的身份应该已经明了。好，这个刘峰的话，虽然大部分局里面也是反贼脸，但是给刘禅如果当忠臣也还是可以的。哎呦，这一下的话给刘禅，给刘峰啊，说错了，刘峰，刘禅的峰山的嘛。好，拿一个，那么杀一刀，然后咱们就这样啊。他李岩是可以多存牌的嘛，当然那个如果对比存牌的话，唐兹也可以啊。如果唐兹的话场上受伤有三个人的话，他是可以不用丢牌的啊。好，那么刘小胖的放权。哎呦，这一把这个其实酱面来说的话，主中方这个配合也还可以啊。刘禅如果跳过放权阶段，蔡夫人可以摸牌，那然后的话再放权一个人，等于说这个是把收益最大化的。刘禅的话就算是那个跳过出牌阶段，蔡夫人也可以多过牌。看一下杀，哎呀，这董胖子有点狠的，对着这个许攸暴揍的。好，当然董卓这个皮肤不错啊，拿着把砍刀的是这样子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打的话，孙尚香反贼应该还是想保住孙尚香的，因为孙尚香已经督粮了嘛，但是应该保不住，因为后面还有蔡夫人的吧。他再不济，蔡夫人如果一定要把孙尚香搞死，他可以发动技能献周的给我们，我们也可以把孙尚香搞死的，所以基本上说孙尚香是必死之局了。好，当然现在那边那个许攸是那个这么个状态，我们还是希望许攸干。哦，这个都不需要我们动手了，刚才还想说把许攸那张牌拿过来，然后董胖子给他一刀的。好，足。好好，这个改变了中国的男人终于被别人改变了啊。好，咱们这个地方不出牌可以啊。你看这个李岩这个技能就是这样啊，他这个可以多存牌，这个桃子也很多的，这几个桃子。但现在囤这么多桃子对我们来说其实意义并不是特别的大，因为那个小胖子现在是非常安全的，以反贼现在的火力想把小胖子推掉难度是非常高的，就是说你就算留着桃子保他的话也不用那么多的。好，这个杀我觉得不用出，你这个他这个出杀现口，你把桃子吃了嘛，刚才不跟你分析过了吗，你留那么多桃子转干什么呢？而且你那个你看刚才这个刘峰的话，如果你刚才受伤，刘峰就不敢扒你的狮子，刚才那下刘峰都可以扒你的狮子的啊。好，估计反贼现在的思路也是打那个蔡夫人的，他应该是不会动小胖子，小胖子推不动的。好，那么拿过来，然后开个万箭齐发，想把刘峰带走了啊。闪，那么打掉，看他们有没有桃子的。哎，董卓桃子挺多的。好，就这样啊。当然待会儿小胖子可以放权给蔡夫人啊，等于说蔡夫人的话那个获得技能英姿了啊，因为他可以那个过一张牌嘛。好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那无所谓，因为就算被乐中的话，蔡夫人也可以那个过牌的，过河拆桥应该是九杀吧，这个杀。我们好像救了一下，对，这个时候让蔡夫人帮我们再打一下工的。好，因为这个董大胖子毕竟打女人还是可以。哎，这个地方大家看啊，这一下他这个线图有点狠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左右加一马被卡住了，所以我们李岩没得选择，只能让他回血啊，你打不到人的，打不到人，所以你只能让他回血啊。这一招的话只能这个你是没有的选择的，其实我们也想是他打不到人，就算我们这个是必须发动一个的，你要么让蔡夫人回血，要么你对别人伤害，但是你一个人都打不到，
所以你只能让他回血的，所以蔡夫人强行丢发动限定技给自己回一滴血，这个在实战里面可能也不是经常能遇到的事情，当然这个结算这些大家也都可以来那个多多了解一下。好，我们这么多牌，你这么多牌，你待会儿的话这个那要用牌了，你因为你这么多牌你肯定存，你肯定要丢的，你不可能这一盘你肯定要丢到一些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无中生有杀一刀，那么槟榔村长然后丢啊，这是让这个丢一些。好，看一下啊，那么顺手牵羊，无懈可击，无懈可击。当然这样唐兹的话，唐兹也很强，因为现在场上受伤的人是三个的，唐兹子也可以存牌。唐兹这个技能，如果您对这个唐兹这个武将不熟，就给大家来放一下的啊。技能其实也很简单的，非常简单。唐兹这个没有什么，就这个技能理解，基本上说你看一遍就看懂了，不像张奇英这种啊，你这个要了解很久的。好，打过来，杀一刀。那么这个时候你最好保证自己这个啥，你自己保证一下自己那个满血，因为你满血，那个哦，这个哦，这个不行不行，这个。唐兹自己受伤了，所以他还是不用丢牌的。好，过河拆桥，过河拆桥，哇，他有点狠的这一下。好，那么看一下小胖子啊，火攻。那么待会儿这个董胖子，哎呀，你看我们刚才那么多桃子啊，我们刚才扔了两个桃子，现在有点后悔了吧？你就刚才讲说是不是扔两桃扔太多了？你这个扔桃子容易，摸桃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好。当然李岩这个能力是摆在这里的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你最后剩一张牌我也强行把你拿过来啊，他这个是非常非常狠的。好，火攻，那么烧这一下可以啊，行云流水一波。那么这个地方打小胖子就是坦现我们李岩这个超强的能力了啊，你只要敢把那个牌用光，好漂亮，你手上那个闪电，那我们待会儿直接挂起古灵刀来了。好，直接杀了，杀，对，存够了杀了嘛。好，丢。那么如果这招他死了，这个只要闪电一劈就是连五坑啊，闪电不劈就死了，这个是必死的时候啊，拿过来。好，这一下还是很狠的猫。他李岩基本上到了残局里面，这个能力也是非常强悍，拿别人的牌，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奸的。这把这个酱面，这个他们都是熟人局的，所以说这个酱面也是比较豪华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盘。第二盘的话是这个孙权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扎拳这一盘又怎样发挥。哦，这一盘的话扎拳这个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杀一刀闪。那么过一下牌，这个借孙权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技能啊，因为这个您如果离开很久了回来看的话确实要看一下。好。开大，这开局开大，现在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哦，这个反贼，好杀，哦，这个也是反贼，看一下杀，哦，这一下这个有点狠的，你看这个贾诩牛掰的，直接把西子才带掉了，因为玩杀的嘛，西子才表示先服，也是这个非常负面的技能的。好，但好招这个跟刘备能配合，跟这个夏侯氏也可以配合的，这个好招也是跟一些蜀国武将往往能配合起来，乐不思蜀。好，这个也是忠臣。好，过河拆桥啊，拆我们的武器，这个朱桓反贼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黄皓，黄皓也是反贼，那看来有一个是内奸的。内奸的话，这么看起来内奸间黄皓可以当内奸，也那个朱桓也可以当内奸的，就看他们两个里面有一个是内奸火攻。那么看一下，我们救不了了。当然这关贾诩虽然死了，但是贾诩立到了贡献了，开局的时候直接把西子才反贼这么一个艰难的据点打掉了。好，那咱们的话这个段肯定发动这个，好，杀一刀闪，那么过牌。他这个时候牌越少的时候啊，这个借孙权能力就是那个收益性越高的，因为他那个比方说我就一张牌我制衡一下，我可以挪两张牌的。好，好，这个杀
打一下这个朱桓，那么过一下牌，哇哟，这王毅这个牌给的有点留白了。哦，他是内奸，顺手牵羊，那么杀，南蛮入侵。这阵的话，王毅就没有发动技能了，这样也行，因为现在这个时候你扒内奸一张牌。我们如果要王毅足了的话，当然王毅知道自己死不了，给了桃子的，但是还是要内奸出出力，帮一下那个打一下这些反贼，杀。我们看一下陛下，那么夏侯氏，但是这一把因为反贼那边没有那种什么用牌能力特别强的武将，所以说他给两张牌出去没有，他其实夏侯氏如果当忠臣，可能就这个更强啊。好，这边啊，我们肯定那个。丢的，一定要把这个皇后弄死的。哎，这个怎么把它弄掉啊？这个，因为那个夏侯是给我们牌，我们可以制衡的嘛。这把那个王毅也不错，王毅的话，那个活着就是两张牌的。王毅，这就是王毅这个能力所在的嘛。他只要活着的话，那么这个地方，哎，为什么我们要救朱桓呢？但也有想着他可能用他来削一下反贼的，因为我刚才想不救朱桓，把他逃的留着保一下王毅也行的感觉啊。好，那么当然这个干掉了，因为你把朱桓养肥之后，可能最后他单挑里面他现在状态太差了，他如果状态回过来他打你是不虚的。好，无懈可击，那么朱桓自己也有桃子。好，两个忠臣都已经死了，这个时候就要靠我们自己了，这个只有靠自己才是强者嘛。好，那么过下牌，哎，这个地方可以啊，他和这个夏侯氏配合，那么他这两个装备最多，他现在朱桓如果打那些反贼啊，就是想把反贼迅速收掉，但是他状态太差了，就他跟我们打，他也不会打得过我们的。因为我们现在，因为所谓的这个朱桓打得过那个孙权，是建立在双方状态差不多的情况下，你状态差太多你是不行的。好，救一下，哇塞，双方桃子都很多啊，这句话真进入鏖战了。看一下好招，铁锁连环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很，把我们三张牌，哎呦，这就没办法了，这个能力确实，这个对我们孙权克制很大。好，死了。当然，你看，大家看好招一死，他这个正骨的这个标记就没了，杀一刀，哎呦，这有点狠啊！杀一下我们，那我们这地方的话，我们现在状态也不是很好了。好，好，杀一刀，那个，但这段杀一刀夏侯氏，刚才那刀如果杀中了的话，其实万一给朱桓收了，其实刚才那一刀可以不用杀的，我感觉，因为你杀到一刀之后，万一刚才没中的话，被朱桓收了啊。朱桓说了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好，那这个俩就不怕了啊。夏侯氏因为朱桓直接威胁夏侯氏的安全，那夏侯氏能不能打掉？那你这个打掉的话，跟孙权打你就毫无胜算了，好，就毫无胜算。你上有九也没用了，咱们这个大制衡五张牌啊，好，顺手牵羊，打掉。当然实战里面就那么点考虑的时间，肯定不能像我们复盘一样看那么准确的，所以说那个你真的想在实战里面打出。完美的这种操作难度也是非常大的，但不管怎么说，这一盘也是经过了漫长的这个鏖战啊，终于拿下了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精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明天再见。